希儿，我们再和大家聊聊吧。以后像这样聚在一起的机会可能不会太多。我陪你。想不到你和米斯特林关系这么好。梅博士曾与我分享过一句在当时的年轻人之间颇为流行的话语，在举行婚礼前，你必须要和恋人共赴一场旅行。碍于我们那时面临的浩劫，他和凯文不可能拥有旅行的机会，更遑论在那之后的婚礼。但对这场不存在的旅行，他依然展露出了充分的期待。这当然只能是一种谎言，却也是一份真实的心情。毕竟，能决定和某人共赴旅行，本就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。而这份难得，也恰恰说明对方值得。考虑到我一般不把米斯特林当作朋友，这句话对你们来说应该更加适用。无论如何，所谓一心同体，必然是一种远超相互扶持的特殊关系。话虽如此，重装小兔还是对此颇有微词。小兔，不用担心，因为你施展的全能，重装小兔误打误撞地获得了一副身体。啥意思？成精了？小兔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他现在正忙着指引来自本征世界的人们，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出现。谢谢，我之后一定会向他好好道歉。但我仍有一个疑问，他为什么会如此配合我的指示？感觉就像十军律者对梅博士的服从一样。这个可能因为某种习惯。